早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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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素哦，今天又是素颜丽啊，早安。有点黄哎、欸，就这样吧。不是刚起床，是我不想化妆，因为我要长痘痘了，还有长针眼，所以我就很不想化。你们知道我长针眼了吗？又长又长，还有长痘痘。因为这几天分钟哎，等一下网络怎么那么荡？什么确定要怎样？准时吗？有很准时吗？有到很准时？应该没有吧。今天有慢十分钟，我在想要带什么。对啊，我今天网络很荡哎，为什么？好吧，每次都很荡。对，没有准时。开心，最近表演很开心。我在舞台上就是整个是好开心啊，就是觉得我好想永远都一直在舞台上表演给大家，就很好玩啊，而且可以跳这么多歌给大家，就觉得好棒。开心就好，开心开心。那你们看得开心吗？你们也可以跟我说我不好的地方，我会改。我需要改进吗？需要你们跟我说。早安啊，各位宝宝们。长针眼必须啊、哦！怎么办？这网络是怎样？我不喜欢网络荡荡的，这样你们都没办法认真看。谢谢文手礼。看我多懒，昨天又没有洗头。再一点口红，早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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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怎么更正呢？请问贾尚廷先生。我现在还蛮顺利的，蛮顺的 ，OK OK， 很好。另外要去输了还这么开心，但是因为大家每次讲的话都很可爱，然后就会笑，笑到不行。唯一的地方就是太可爱哦，不要这样子，你们不要这样子，我是认真的啦。感恩感恩。莉莉一直都很棒，加速有看到吗？我跟你们说，我这次不是更正，更正。OK OK， 对不起对不起，看错。更正还是更正？
哪一个？更正是一，更正是二。这个中文也是很奇妙。昨天而已，因为我昨天回到家，我真的累到了，因为这两天整个就是我礼拜六公演的时候，我是用我的全身力量在跳舞，然后彩排的时候也是这样，不用看也知道很棒，很棒。叫我从东京用心眼看而加速想看到，早安，什么？没事，就是要被处罚才能多得到多一点关注啊！什么处罚？你是我跟原子组的那个吗？好的，好的。谢谢 Johnny 的比心，全餐很累，我懂的，还好啦。我觉得全餐很好玩的是，在后台可以跟其他组聊天，就是在当前座的时候。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是怎么网络不好吗？你们进进退退的，进进退退不是很正常吗？差几百分正常。看一下有人来了，早安啊。是 NC 的话题，阿力跟祖祖才有惩罚吗？对，在那个 B 组，在 Bill Flower 的那一组，英祖在侧席看阿力好近，真的吗？阿力是不是有拐到脚？阿力常常拐到脚。你在后台多开心啊，聊天都翘课。对啊，我就是这么的豪迈，我就是，我跟你们讲，我觉得我这次的 NC 结束之后，到他们在拍到。你看，已经拍到一个幕后的林廷丽的坐姿，你们就知道我私底下是怎么的豪迈法。我就是一个在私底下要放松的人。我也在侧席看阿里，有知道，然后早，谢谢比心绿卡，你跟原子不要再闪。对不起，对不起，你们现在这样还蛮正常的吗？正常的吗？因为我知道了，因为电话打过来就会有一点卡，然后因为这个电话我一定要接，是我今天要收那个洗衣机，所以我的电话一定要接。对，对不起你 ，I'm sorry， 对不起。早安，所以你们刚刚很卡住，对啊，因为我六日都在忙，他就没办法来啊，我家那个在，他也没办法帮我收，所以就只能还没收，今天才收，因为礼拜五那一天，我礼拜五都在练习那个练习，所以没办法。这几天都拿出去洗，外面都有洗衣机，那个叫什么？洗的那个。啊，快递根本不知道我在直播。早安，这次公演辛苦了，听说在后台很热，身体还好吧？还好啊，我觉得没关系，就是其实总比热，我比较怕热，每次如果太冷的话就会受不了，我不喜欢冷。早上吃奇异果，对啊，现在因为我不知道吃什么，我刚刚还没想到吃什么，所以我就没有做早餐。我刚刚在上厕所，没有啊，我本来，是因为我们头目上次就说阿力你话要多一点，然后我就想，好，多一点，
因为其实我本来上台我比较不习惯说话，我觉得因为前辈们都比较，你看他们比较表演经验比较多，当然我会觉得他们说多一点话才是就是对的，因为对，反正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不用讲太多话，就是透过用表演的方式给大家呈现我就好了，就是不用讲话，因为我自己也不太，我的表达的方式是那种比较私下疯狂的时候的表达，但我在舞台上我可能会比较安静。可是呢，因为陈姐因为原子竹在舞台上太吵了，所以我必须要制止他一下，因为他是唯一我可以制止的，因为我是他的宝贝。把你的豪迈伞，豪迈拿到台上来，不要。但你的笑容变多的感觉是有开心的，哦，对啊，因为表演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对，我今天没有播就上了厕所。哎，这次中间又跑去后台，哦，爆开啦，被你们看到，对不对？而且你们知道很好笑，我是，哎，我想说，哎，我真的有变瘦了，就是因为我都有在做一些，就是肚子，因为肚子有一点肌肉的，然后就是腰有变细这样，然后结果我想说，哎，没有那个了，就是爆开这样，然后结果我就那呜吼的时候就。因为第四首是呜吼呜吼吼嘛，然后就是最后一首这样，那首那个制服的最后一首，然后就呜吼就一的时候就爆，然后我的脸就像，然后我就一直遮着肚子，然后之后就下去，滚筒式什么滚筒式？早安啊，各位性感阿丽，什么性感？阿丽跟祖祖还有陈晨三也真的很像一家人，我们就是啊，阿丽都被祖祖弄着。那个 MC 话题真的很好笑，队长大真的是，他的脑袋动好快，我都笑死。怎么会变成两个暴走的人无法自己？我没有，我不可能，我是很有理智的。谢谢星座柠檬。我有看到阿丽突然不见，然后又默默的走出来。谢谢梦幻星座，又爆开。果然还是巧克力吃太多，但我那个来走了之后就没再吃了，好吗？笑死！纽扣君如果撑不住，可是真的不是我问题，因为我那一套制服是跟陈诗雅穿一样的嘛，然后穿诗雅前辈的，诗雅前辈说变很紧，他可是他没有变胖，他说那个是因为。可能洗衣服缩水什么的，原子竹也说他的衣服变很小，可是他根本也没瘦，他也没胖，他是衣服缩水啊。我没有给自己理由，真的。好的，早安，农民，上班加油。英主山顶看不到暴衣，真的、哦。那以后你们都可以坐到山顶吗？拜托，拜托，拜托。所以爆了，我也不用下去。但是我的舞蹈动作太大了，好不好？吓死大家！一个呜吼就直接爆掉。谢谢零零三推的梦幻星座。你要吵啊，陈家树，对不对？但是侧旗看很清楚，对不对？我的小表情也都已经被你们看到了。一晨是你的星座，没有啊，我就上次穿比较大号的，但是第一次爆太多之后，可是我第一次回来公演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前四首都一直爆，可是第二次之后他把我换比较大的，所以都没有爆，那第三次就这次的舞蹈是前三首都没有爆，就直到。呜吼副歌马上爆，然后之后也没再爆了，所以嘛，就有变瘦啊，奇怪了没？你们真的是太想看我出丑了，就是。那你没胖到哪？
尽量啊。艾莎她整个丢歪，往柱子那边丢，根本就是变化球的概念。我本来想丢远一点，每次都想丢远一点，而且我真的很想，就是手上不要牵着线，我就丢到后面去。我就想说不行，我被骂，不敢这样做。我先喝水。但我每次都觉得前面的都好可怜，都收后面的，越来越多小表情棒。你有发现到哦，玉人，来啊，你说说有什么小表情啊？可是我在上面就是傻笑，傻笑第一名啊，就是爱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这么好啊，丽卡。阿叔点点，什么阿叔点点？那你就抱到山顶来啊！不要，那就一定胖死，纽扣没飞出来就好，对嘛对嘛，是不是？没有把衣服用坏多好。你不要吵陈家硕，坤坤安安。穿西亚的无疑还是太勉强，以前不会太勉强啊，会把它赶快瘦下来。嗯，真的要枕头多，我觉得。可是你在侧边呢，干脆抱着石头丢，就可以丢远一点。对，对，我的帽子晃来晃去的，还好没有掉哎、欸，它整个一直晃。没事啊、哦，没关系，塞呀。你在我们的心里永远存留着，看不到，所以我们一直讲这个话题，人家说我不懂，他看不到啊。可怜的素素，头太小，没有，是我真的那时候很赶，我在夹帽子的时候已经快来不及了，然后我就后面姐姐夹夹夹，就是可能我们有请人帮我们夹夹夹夹，结果可能。太急也赶上去就没有夹好，看我看得多仔细，阿姨完全吸引我的目光，真的吗？每次被说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开心。阿奎谢谢比心，好可怜人家说，哦，是阿奎收到我的彩蛋。谢谢你帮我收着，因为在旁边根本感觉没有人会要它。晨晨也是掉到发丝掉下来，很长。其实我每次因为我很喜欢，有时候头发甩来甩去啊，就掉下来了。我来念留言好不好？我刚好看到留言，我想留我这几天发文的留言，我想回复你们。我要啊，我要阿丽的扇子，谢谢阿奎。阿丽，我先去忙了，拜拜。工作加油，浓眉，拜拜。爱你。对啊，他知道一首《白色情人节》，还有呜吼呜吼吼。好，来练哦。我跟祖祖泡的前桌都没留言过，打屁股，谢谢枫叶金米粥。我也要，虽然我没有阿丽的扇子，没关系，没有的扇子不重要。你们有来看傻哭了，我就很开心，超赞，谢谢，喜欢，我也喜欢你们 ，I love in it， 什么意思？我也爱，我喜欢。我好爱你们，想听，都听着你们的歌，边唱边跳，真的这么棒！期待倍数的呜吼吼，赶快去看哦，赶快去看哦，看我的限动！啊啊，动好快，截不到，照片截不到哈，动太快了。那是那个 B6 页的一个程式，我要写音准的 report，
写在 PTT，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去？我不会，我真的不会去看那个，在哪看啊？因为我每次都想留回复你们呐、啊，可是都不知道怎么。在上面不能回，不然我会每一个每一个都回。喜欢，我也喜欢，太可爱了，谢谢你，哈哈。祝阿丽母亲节快乐，谢谢你知道我当妈妈了，辛苦了，你们也辛苦了。很好看，越来越熟脸了，真的吗？是脸部表情的问题。我路过 ，OK OK， 那请你赶快路过，不要停太久，谢谢。哈哈，这动图好有趣哦，本丸，辛苦了，也辛苦你了，辛苦了，谢谢你，卡丘，辛苦了，辛苦了。摸摸 U 这个，阿丽今天念全部都没念出，很棒。对呀，一百分，脑袋最近很好。啊，另外一个大家期待的那个几个孩子的妈了，你一个而已啦。啊，两个啊，你不是也是吗？阿丽是自训北七，什么都不会有，真的。陈家树了解，被阿丽的温柔感动。嗯，阿丽丽真的，我贴链接给你看。好，没问题，我等一下就马上来看哦。你现在赶快贴。但是哇，好好玩，我在后台整个就快晕倒，就好快哦，太快了。他说三倍啊，三倍就是。我停在你心啊 ，OK。阿丽会看思绪吗？会啊，会都会看。原来你还记得。不过每一组的组长都会收到母亲节祝福，蛮有趣的，一定的，因为他是我们带头的，所以他就像跟妈一样。谁啊路过？当然就是陈家树啊，因为他根本没看表演，他当然路过，请路过，欢迎他直接走过去，不用路过，也不用看一眼，直接走，谢谢。几个孩子？好美，谢谢爱心的脸，爱心表现很棒，谢谢你，期待，我也期待。时尚的艾莉今天表现很棒，谢谢你哦。艾莉今天跳得很棒哦，在侧边看得很清楚，清清楚楚被你看见，所以我跌倒什么什么你都看得到，我衣服爆料你也看得到。公演加油哦。好的，太时尚了吧，随便穿穿而已啦，哈哈哈哈哈哈。艾莉超美，公演加油，谢谢，很期待辣妹。哦，我不是辣妹，我是可爱的妹妹，期待，我也期待。Good morning, Lily。虽然我在打留言的此刻是凌晨黑夜时分，不知不觉已经是回归后的第三次公演了。阿丽的头发也渐渐变长了呢，这样绑小马尾，一部分刘海垂下来的感觉，皮有女人味的。阿丽辛苦了，祝福你平安，爱你，谢谢你，每次都留这么多。然后你可不用跟我说你怎么说打，好了，可以了，是可以。你喜欢这个发型吗？好，哎，我刚好像没有念到那个啊，这里我也非常非常喜欢，非常喜欢前座女孩的阿丽哦。一部分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柠檬的年纪的制服，哎，我也很喜欢哎。谁在那边留言留错边，好可爱、啊。另一方面是念口白的部分。讲到永远年轻，虽然阿丽本来也是年轻人，但是看到 AC 环节跟组成百神奇缘这些小组一起玩联想游戏的阿丽笑得像个孩子般的快乐，真的能感染到我的心情，很想变成五岁跟丽丽一起玩呢。真的，因为我真的就是只要跟团里的人聚在一起，我就觉得我像小孩。留错留言的也太可爱了吧，那个啊上庭怎么那么可爱呢？安利完了，谢谢赤叶草家属。你觉得桐木像妈妈怎样？她比较像姐姐。已经贴了，好，我要去看，我要去看 repo。虽然我真的很少看，我真的是只有人家会标注我的 IG， 我会用的东西就是用 IG 吧，我在想，所以我就会只会在 IG 看。金品真的闻手里，
我来看看哦。大家好，又写到 report 的日子了。OK， 早上能进场。OK， 哇，好可爱哦，开玩笑。不得不说，每次都这样。你在山顶。我看我的部分就好，我怕看完会有一首艾莉跳到一半就自己走进去后台，过了一下下又再走回来接着跳。其实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应该是衣服出状况，没错，没错。逆转王子殿下跳到艾莉的帽子也变得浮浮的感觉，好像随时要掉下来。最后还好，最后有安全的过光关。英雄这次给我的感觉很不错，就像大家玩在一起是享受表演。嗯，没错，没有太多你我，没有太多竞争的感觉，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不错的笑容，开开心心的一起玩了，一起发疯。恩熙说了什么？虽然我不记得，比较有印象的呢，就是大家投票的排行榜，挺有趣的。哎，我好喜欢你这句话哦。英主这次给我的感觉很不错，就像大家玩在一起，一起享受表演，没有太多你我，没有太多竞争的感觉，每个人脸上都写着不错的笑容，开开心心的一起玩了。真的，这次阿丽变话变多了，而且也变活泼了，讲了很多话，也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当然，我也不知道是好是坏。看猪猪阿丽。晨晨三个的小集团互动，就觉得他们感情真的好。这群小女孩真的很努力，很努力带给台下每个人欢乐，是真的能感受得到。嗯，谢谢你的 repo， 我觉得很感人耶。你的最后一句其实也很感人，因为我觉得我，因为我还是本来就是有不太知道。就是我们 AKB 的文化嘛，现在慢慢了解了，然后每个月都会有公演，可能在日本是每周都会有表演，可是在我们这边就是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然后我之前会觉得说，为什么一个表演要表演这么久，就是几乎都要一直表演一样的。可是想来想又觉得啊，公司他们有他们的安排，而且这本来是。这个公司本来就是 AKB 的文化，就是讲着一个公演是代表一个什么这样，然后我们都会彼此鼓励，然后想要呈现更好的给你们，因为我们就是在私下都会找一些自己很有想法，就放在舞蹈上啊，或者是什么，就是我们会常常一起想这些东西，然后或者想 MC 的东西，就是我们会一直想要让大家也可以被这些感染到，因为我觉得这世界上。真的就是你难过了，就是也还会很容易会让这世界难过的感觉，然后开心你也会让这世界开心，就我们都希望可以给予最好的给你们讲，每个表演是每个 NC 环节也是大家都是很努力的，对呀、啊，舞蹈也是，就只会想更好，不会只是想放烂，只是想更好而已，因为你们也每个月都要花钱来看呢、啊，在韩国一个礼拜表演十几次的时候打个钱。嗯，因为他们人太多组多，所以有很多不同工业，嗯，就觉得很开心。星空的车我真的吗？在日本是每天，而且有不同的组。对，我知道，最蛮想去日本看的。阿里早安，上课路过偷看 ，Hello， 被打，不会，没有人打你。我的 report 我没去。陈家说好可爱，想阿里，我想专心写个 report， 等等写好来通知你。好啊，你私信给我就可以看。因为我觉得我喜欢我，你们 IG 很强迫我都一定会去看，我一个每个字每个字都会去看，因为我觉得那很重要，因为你们给的东西跟我们给你们的东西都是人都是互相的嘛，你们就算讲不好的我觉得也可以，我们都会接受，我们会去改变，但是我们如果也有不好的我们也会想要跟你们讨论，但你们没有不好，你们都是很愿意，你看你们都，你知道我前几天看到，因为我不是有上综艺大集合吗，我还没去看那个留言，我没有去看，我是前几天去看的，然后我就想难怪我的 IG 最近变很多追踪，结果是有人在下面留言说我的 IG 是什么什么这样，然后我就觉得你们真的很棒哎，就是只要是我们 AKB 出去的，你们都会帮忙做这些，我就觉得那真的是不简单，所以我就会，我在每次公演我都会
就会更开心，不知道什么，就越跳越嗨，然后越跳越想要。而且我在最后一首歌《搬家了》有点就是哭了，我就有点有眼泪就横眶，不知道中间的人有没有看到，但是我快哭出来了。因为我那时候就想着《搬家》这首歌其实就是觉得是在说一个，就是不管我搬到哪里，你们都还在我的心里，这样子。就是我不管是到很远的地方，然后你们也要有空，也就是也要来坐坐，来陪我们，这样子，就是这种感觉。不管以后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团，或者就是可能你看本来约都是会到结束的嘛，就有始有终嘛，所以可是这些回忆都已经就是已经存在我的里面。谢谢草莓奖的告白，对，我现在在真情告白，你怎么知道草莓奖？谢谢你的文秀丽。所以我在唱最后一首歌我都会想哭，反而之前是拼图，现在是搬家了，因为搬家的歌词真的是很有意义。对，没错，我都很少发文，没事没事，居然很想哭。对啊，很爱哭，因为阿丽也很努力，所以我们大家把阿丽还好。又感动落泪了，我是爱哭鬼啊，真的都很优。哎，你们真的是，你们是特产哎，你们是特产出来的商品，特优商品，出产的。我还是有不好的拍照，有时没拍好，又没关系，我们有时候也会没有跳好，这人就是互相的。在日本都很想排队进剧场的说，那你应该要去啊。周末同一组一天两三场，哦，好多，刚开始只有一组也是每天，这大概就是一种全发练一百次的部分吧。每一组都每一个特色差，果然很有一家人的感觉，真的。在韩国有热不热 ？OK。阿丽是因为最近暂时离开一下下的关系，所以特有感吗？没有，我就是一直都是我情感会放很重的人，超级重。你看我离开剧组，我还是很舍不得。我就是我昨天在后台的时候，因为昨天母亲节嘛，然后我戏里面有阿嬷，就是我的阿嬷这样。然后因为我跟他们关系就是很好，然后我就打给阿嬷，我说我在工作，母亲节快乐这样子。因为我怕他，如果我很晚结束，我怕他晚上睡觉了。我打给他会吵到他，所以我就大概在我在休息前座之后的休息要打给他，然后就很难过，就是很想他们啊，就是我是一个很念旧，就是我如果好每次都参加这种就在团体生活，就是很怕在团体，因为我很害怕离别这件事情。可是这才会长大啊，而且这些回忆都是我的养分。对，没错。英总的小偶像在一起真的很像一家人。搬家是什么东西？是一首歌叫搬家了。你的莉莉是 C 位哦，家属要告诉他一下，不然他很可怜的，都没有人告诉他。亚梦阿嬷母亲节，有人怎么知道他叫亚梦啊，新闻对不对啊，新闻报道的哦，很好笑哦。玉人你也太可爱了吧，谢谢罗姐又续一个月的粉丝团，谢谢你的支持，谢谢包子的掌声鼓励。安利没有很棒，你有好几座可以回去的山啊。对啊，我超多山的，南山、环山、拉拉山，还好不是我没有接到彩带哭哭。好可爱的，不要再刺激加速了。这广告可不要出来，我操，什么 C 位，加速就是加速。 C 位没事，我永远在你心中应该都是 C 位吧，就算我是在最边边最角角，你还是觉得是 C 位吧。你这个时常烂打的蟑螂，虽然母亲节已经过了，不过希望阿嬷天天的快乐，你们也要天天快乐，我也要天天快乐，我是妈妈。我是妈妈。卡布猫，谢谢你的比心。哦，我刚刚讲错话了，对不起。臭蟑螂，对，它是臭蟑螂。我是你的主人啊，我是每天踩死你的那个，对不对？懂吗？你懂吗？你懂我的用我的词义了吗？当初看阿嬷照片觉得稍微有点像，
对不对？阿嬷其实以前很漂亮耶，因为她的鼻子很挺。然后我可以分享一些我跟阿嬷的拍在剧组的照片，我可以分享给你们。等一下，我就在山顶侧边，我的 C 位是右边的柱子。哦，好可怜哦！希望下次不要抽到那个位置。对，每天被踩。我老啦，阿嬷自己都说她现在不漂亮，但我觉得在我心中还是很漂亮。阿姨在我视野是 C 位，嗯，谢谢。玉人，对，你懂我的意思。我在剧组超多跟阿嬷的合照。他叫亚梦，然后我的阿公叫哈用，我是说戏里面的阿公。他叫海用，灯，你看阿嬷，阿嬷是中间那个，阿嬷一看就知道年轻的时候超水，应该是一样的，对，一定是，而且阿嬷都说我以前很会玩哦，他就这样，女主就下山了。就要把阿姨的臭腐看得很清楚，臭豆腐，漂亮啊，对不对？鼻子也很挺。我再找找别张。岳母们少来了，你不要再讲这种。阿嬷都怎么玩？他说他以前就是那种年轻人的玩呢、啊。你们自己想象，给你们想象。你看我们在等戏的时候，阿嬷在睡觉。这是我，然后这是我阿嬷，这是在戏里面的房间。然后我堂弟也是快睡着。这是戏里面堂弟。然后最后他们三个人都，他们两个都睡着，这是阿嬷，这是堂弟，然后这是我，然后还有一个，你看，他们就直接睡，然后我就一个人在等戏，感觉很亲密，就像一家人，还跟阿嬷睡眼，阿嬷一定很会蹦迪吧？对，阿嬷超会蹦迪的。你怎么都不睡觉？我不喜欢我在剧场，我跟你讲，我是他们的活力担当啊，我就一直疯狂的吵他们，我说快点跟我玩这样。然后这个是小寻姐载我去又一村，哇，在那边骑摩托车不用戴安全帽，完全不用，超级不用的。然后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很认真呢，在上课呢。这是我的排练老师，这个。不要再回来了，我的手也太抖了吧！因为太美了，我太美了。我排很多这种，都可以跟你们分享。哎，这是阿跟阿嬷，阿嬷在拍戏的时候，你看后面是高丽菜园。等一下，这有点太亮。你看阿嬷，阿嬷很漂亮哦。你看阿嬷的眼睛超深邃，这我就不用看了。就是阿嬷超漂亮。哎，喂，不行，要戴安全帽。没有，在山上真的不用，因为山上很少车子，就是因为出去就5分钟就到了。阿嬷南山。
Dancing Queen， 对，她真的是女王。我跟你们说一个爆料，一个阿嬷的，这不用讲出来了。好，对不起，不要讲出来。你有没有拍过祖祖睡觉流口水的照片？没有，还是都没看过祖祖睡觉？哦，祖祖有睡觉啊，这几天在后台，我等一下可以给你们分享。我先分享我在剧组的，我等一下再给你们分享我在后台拍他们都在干嘛。啊，我的手机就是很喜欢记录一些这些东西。先关特效啦，不要，现在很丑哎、欸。啊，你是说这个的特效哦？好了，这个先关掉。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有什么，而且我们拿到红包哎、欸，超开心的，只想着红包的林婷丽。我要记录很多东西，超多超多。我跟你讲，原主角昨天在后台睡死，他难得安静哦。阿嬷声音怎么怎么可能会丑？好，这也不能说，我没有说啦。好了，没事了。嗯，鼻子真的是蛮像的。对对对，鼻子那里很像。超像，鼻子那边超像的。你看，我也记录这种，我跟谁就是在等戏的袜子这样，就是拍蛮多这种照片的。还有一张我的剧照，我坐在货车上，好胖。这么累吗？他阿嬷头也有一个小象，给他小象啊。阿嬷也需要小象，你看阿嬷。看阿嬷，看可爱的阿嬷，他喜欢跟我拍照，他就说快点，我们来拍一张。他每次都讲，快点来拍，这都他讲的，我才拍的，不是我自己要拍。原住民大家都很像，要被再去卖掉吗？哎，你怎么知道？这是我演哭戏哭完的阿力，可以给你们看，超肿，因为我有演哭戏嘛，然后就哭了，就哭，然后就超级肿，很像那个被打这样眼睛。阿妈会用自己，会。圆珠珠她整个五个月已经嗨了九天了，对，是该好好休息。阿妈的衣服也太可爱，有没有很像妈妈的感觉？哎，我真的觉得好丑、哦，素颜能不能丑？我全素哎，在那个山上拍戏的时候，超恐怖的。你看阿嬷杀青的时候，阿嬷杀青，哦，我跟阿嬷一起杀青的，我们同一天，但阿嬷太白了。好，差不多就这样。好了，没了。谢谢康乃馨下下载。阿丽演哭戏真的，怎么真的哭吗？哦，我是一种就是很常我想到一件事我就哭了，我不用花很多时间，就是我只要好，我先戴个耳机，让我静个五分钟，然后我脑袋一直在想那件事，然后想着阿丽的故事，然后。因为我现在已经那时候已经变成阿丽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是怎么培养情绪的，我是就是我会先自己安静一下，然后我会先离剧组远远的，在要开拍那一场的时候，我就会先离得很远，然后先戴着耳机，然后听一些我觉得可能那件事我会想到的歌，就是我那首歌放了就会想到那件事，可能很难过的事什么的，然后又开始想。阿丽的这一生的故事，然后就要进入那个状况，我就哭了。对，我是这样的人。早安，
想起我是会笑吗 ？Oh my god， 你想太多了吧？笑笑是人的康乃馨。我要来一斤阿力肉。想想看，加速跑出来可能就哭了。对啊，我在哭大叫，疯狂大叫。我给你看，原主不在后台睡着，然后我就一直拍他，他睡一直睡。他其实，在后台很会睡，超会睡。你看，这就是他，这我，然后他就一直睡，这是他一直睡一直睡，然后都要我叫他。放不要生气嘛，烦到哭的哭。上你闭嘴！你们可以不要在那边吵架吗？爱唱应该没问题，唱什么？而且我其实真的是完全的，就是在培养情绪这一方面，我只要觉得专注导演说什么，然后就做就好了。就是我觉得演戏其实还蛮真的好玩的，还想再去拍戏。如果我再接别的戏，我会不会不喜欢？如果真的看飞刀看到现场，还是会感动的吧？会吓到啊！哦，从香港来的呢。会啦，如果是谁来，我都会很感动。我记得本网友来踩点嘛，我觉得他也是很认真的。很棒哦，不然辛苦他了，他踩点踩到山上来，啊，你也没有下场让导演生气，一定会让导演生气的。很多时候做不好都会被导演骂，不是骂他不会骂我们，但是他是会脸色会变，游过来的。真的，虽然我认同，不管是谁来，我都会觉得很感动。我家人来，我也很感动；你们来，我也会很感动。你们谁来都很感动，我朋友来我也很感动。本完不要踩点踩到变成冰团冰冻饭团，某人合照就超激动，有点被吓到，什么意思？我去香港吗？我也不是找你啊，很坏，开玩笑了。如果能选择小孩子想挑战什么？我也是想要挑战比较。能带给观众共鸣的角色，就是我其实不想，我其实很喜欢演亲情戏，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意义很大，而且是原住民电影，我更觉得 OK。所以我下次如果还敢不找我，你合照会的时候超热情的，当然要热情啊，因为看到你们开心。好，然后我想要演那种就是有故事的人，就是心，就是可能他是一个什么不完全家庭生长出来的啊什么的，然后他有他的梦想之类，然后他就去做什么的，这种类似有故事的人，就是我想演这种，就是是能让观众感动，跟着我的情绪变化在走的那种角色。而且我觉得对我来说吧，其实是什么角色我都 OK， 可是我现在想挑战的没有，我没有想挑战，因为我没有把演戏当成就是一个
就是不会像舞蹈，就是说好舞蹈，我就是想学，就是学性感的，学帅气的，我不是这种，就是我想要选角色，不是是这种用什么哦，我想要啊感情爱情的什么高中校服的什么的，我不是想，我是想要演一个，只要我是有故事的人，就是那个剧本是这个女孩子她经历过了很多，然后或者是她可能有在这个电影有起承转合，是那种波动很大的那种，就是可能从之前可能怎么样叛逆，然后之后可能因为经历一些事要变得怎么样，我就是我想要有这种故事，经历这种故事的人的角色。对，我就是不喜欢，我不挑，我都可以了，就是有演，有可以演，那都 OK 啊，这样演黑社会当然超有故事的。可是这种东西才会有挑，这种东西才会被人吸引啊！我不喜欢演啊，你如果我去演感情戏也是可以，就是最近我一直想去看那个内地有一个片叫《你的婚礼》，可是我们台湾版许光汉演的，他跟那个张若楠演的，然后我就觉得那个预告感动到我，就是也是在说一些感情的故事什么的，他们经历了什么风风雨雨什么的，反正就类似这种。我也想看这个，可是就是可能吧，因为谈过恋爱不知道这叫怎么演这个，乱讲，反正就是都可以啦，什么角色都可以，只要把它做好来就是一个挑战，要把它做好才是一个挑战。我倒想看阿丽演一下坏人的角色，还蛮不错的吼，坏人啊，就直接骂人啊，打人啊。不是打人骂人，是很有心机来的，我可能演不下去吧。Hello， 小易，原子竹在一个贴文中标注了我，等下去看。看每次被加速被都被念，对，我是坏人，我每次都念人。我肚子好饿，可是我不知道吃什么。我现在肚子好饿，可是我不知道吃什么，还要自己去用。阿丽今天跑步吗？对呀、啊，等一下晚一点，因为我等下晚一点要、啊。阿丽超坏，阿丽会不会有时候想把主角嘴巴封起来？不会啊，那都是开玩笑的。他就是要嗨啊，这样才会让大家开心、啊。你想睡觉了，因为没有吃饭。努力成就家人，不屑孤独摇摆。嗯，你现在在跟我说故事吗？父权社会重男轻女，努力的，这是基本桥段。对对对对对，没错。听歌不行，我又想睡觉了啦，怎么办、啊、你们都是你们害我想睡觉，
怎么办？我想睡了。阿听这首《路过人间》，阿力就是关闭眼睛。今天看到十二点，哇，我肚子饿，我不知道吃什么，喝个咖啡。戳我的痘痘吗？你看我长针眼的眼睛这里。噔噔噔噔噔。我要唱歌。嘿，意不意外？他背影。阿力加油！如果现在睡着，会梦到家属哦，这样会睡不着。我还没有偷看小星星的。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路过人间，爱都有期限，天可惜浅，心碎在所难免。以为痛过几回，多了些修炼。路过人间，就懂得防卫。说来惭愧，人只要有机会。就有沦陷，嘿，别再猜爱，他可曾想过回来？谢谢比心。嘿，醒过来，他叫我醒过来。你很好，他叫我不坏。不坏，快快抹干眼泪，看看花多美。路过人间，无非一瞬间，每段并肩都不过是擦肩。曾经付过无畏，没再难难念。路过人间，一直就轮回，幸福一点，也许最后和谁都不相见。都不相见，都不相见。随便乱唱，你也说好听，终于谢谢比心。我跟你讲，唱这种慢歌我就会醒了，因为我在看他的歌曲。对爱和永远应该有幻觉，路过人间，你才能思念，却为了爱勇敢蹉跎岁月。相遇离别，谈天爱情缘，路过人间。就忙着这些，谁有一天，莫非是心里面？无人可怜。那不好听，真的不好听，我都一直唱错歌词。好，醒了。我真的醒了，你们相信我吗？没有，是因为没有吃饭。哎，刚原子组PO什么？你们可以去帮我看吗？他又在搞什么东东？哦，他在 po 那个他的那个照片。
啃一点那个鳕鱼香丝。培根，谢谢你的捕梦网网。第一次听到慢歌提神的人。对啊，我就是这样啊，没有是看歌词的意思啊。路过人间，又长什么？真眼。啊，这些公眼都会长真眼吗？好讨厌。我想换这边纸，因为我想靠背。哎，但我说真的，你们看瑞这公演会不会想睡觉？会吗？会想睡觉吗？会吗？可能我每次公演回来都没什么睡吧。所以眼睛就很容易疲劳。我有睡觉好不好？我有睡觉。该你必须是有睡觉是不会，没阿姨的时候可能会。太夸张了啦。如果 A 线很干的话 ，OK 可以动。真的，山顶比较容易睡。你承认你会 ，OK。那你们都怎么忍住不睡？你真的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你知道我的膝盖一直 OK， 好痛，好痛。因为你睡一睡跪下来吗？每次，因为我是那种皮肤很嫩，一跪就马上就会 OK 的那种。真的，我你知道我，你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有被麦克风打到还是什么，然后就手有 OK， 就我很容易会受伤。可是明明就只是小小撞，而且不会痛的那种，就会很痛。而且根本不会很痛，然后就伤口就很大。这两天你真的睡不着，因为人气不冷，真的哈。不是，我觉得应该是会场可能也有些问题吧。要护肤吗？要。我妈也是这样。农家偶像，细皮嫩肉。然后每次一抓也就红，而且是红得很夸张。我太嫩了，难怪我阿公都说我没有力量。再叫他妈妈，他就说：“你去休息啦，你感觉都快累死了。”很热，超热的。反正我们还是要忍耐啊。谢谢梦幻星短。不理安，我妹妹跟夏才说好热好热好热。真的，
很容易红，抓一下下就红。真的假的？你们是被汗水弄湿？那真的很热，可能他们会维修吧。我们也要提一下，我们都有提，太热，他们应该下次会知道。那穿跟头不是更长？对啊，你们好辛苦啊！不能穿舒服一点的来吗？把它带着啊，把它披在那个旁边就好。那这样很辛苦哎。穿吊杆，可以穿吊杆吗？哇，好辛苦哦！我还是可以给你们给赞，你们超棒。我跟你们说，就是我每次好像跟谁对到眼，我都会傻笑。只要他可能不是我的粉丝，然后跟他对到眼，我就会傻笑。每次在表演的时候，看到就，但是。时尚的吊杆，是白色的那种卫衣吗？我没有说我要穿，我有说我要穿吊杆了。你也看着我傻笑，然后有些人不想看我，然后我说谢谢就走了，可是还是会傻笑。真的吗？喜欢吗？自己有不好也要跟我们讲啊，我们会改进的。可是你没对到眼，对到谁的眼？但是那边也是放空傻笑，可恶！下次我戴面具进去，应该就能看到阿丽傻笑。其实不会尬，就是会傻笑了。我就只会傻笑，不会尬，反正是笑啊。这个好好吃哦！对啊，我上周一也是傻笑。好像傻笑变成了我的一个招牌。谢谢你思琪做推吧。他是我们大家的粉丝 ,TP 的粉丝。很想去按摩，因为痛到就是会发睡不好的那种。因为我的床是很硬的那种。然后我每次只要公演完啊，我全身都很酸痛，要不要试？刚才要付出代价，最后一撮，这姐姐帮你收一下。姐姐才懒得理我。开发是什么意思？我怎么知道？我又不知道你们的语病，哎，我不知道你们的语汇。我刚喝水，这边好痛，因为我的这个还没开嘛，就是这是什么地方？不是牙齿，就是。骨骼的那个刚咳咳一声，咳一声，是在骨骼吗还是什么？就是一个就是打开的那个，刚被我不是蛀牙是那个骨骼还是什么东东？那是什么东东？
反正牙齿不是这样打开嘛，然后这边这个地方刚刚打不开卡住，好痛哦。我也觉得你去按摩也一下也不错。对啊，要去放松一下。我今天要去照顾狗狗一天，开心。我等一下可以去跟狗狗玩。毒蜘蛛对吧？我懂。什么毒蜘蛛？没有，真的酸字，真的酸痛是这全部跳完这些歌真的是酸痛。对对对，玉然你懂我，我希望你可以懂那个。对，我等一下去顾狗狗，等一下拍照，然后po限动给你们看我去顾谁。我听到顾照顾哥哥一天，狗狗狗狗。哎、欸，我突然想洗眼睛，你们要陪我洗眼睛吗？一日饲养员，哎、欸，我来拍个 vlog， 对 ，vlog， 我可以拍，哎、欸，对，那我等一下要化妆，不然我现在很丑。我可以洗个眼睛吗？嘴巴的旁边骨头会错位，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对，狗狗狗狗不是哥哥，是狗狗。我等一下去顾狗狗一整天，所以我等一下拍我的 vlog， 等一下可以去 go。什么？那是什么东东？你哪里丑？我刚刚说我丑吗？哦，我是说我没化妆就很蛮丑。我要洗眼睛，因为我觉得眼睛有点不舒服。应该有脏东西，血血。现在哪种狗？是那个小薰姐家的狗，因为她出去工作，然后她就请我帮忙顾狗狗，然后去她家顾狗狗，然后陪她睡一天。所以我已经想好我的 schedule 了，就是呢，等一下呢，可以带她去散步。可是不知道他妈妈会不会让我带他上，因为他很暴冲。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刚用手去揉眼睛。不会，哎、欸，你们不知道洗眼球这个东西吗？超舒服的、欸，我爱上这个洗眼球，因为其实我发现我在山上的那几个月，我都有洗眼睛，所以我都没长针眼。然后，可是我回来之后就。这罐不见了，是我又再去买。它不会咬我。帮忙 Google， 你们在讲什么？好可爱啊你！长针眼这边的眼睛很没有很脏，我的针眼其实快好了，你们看。眼睛油脂太多，有时也是真的不舒服，所以可以洗。这个可以推荐，是日本的什么安瞳洗眼液哦，安瞳维生素洗眼液，大家可以去用，粉红色的。就是还蛮舒服的，怎么洗？就是我给你们，就是它有一个这个窝，这个东西，然后尖尖的朝着眼窝里面，然后这样子，然后就是洗，你就可以打开眼睛洗洗洗，然后水要倒在这个，它有一横线这里，倒在这个线上面，有没有看到这个线吗？然后就可以洗，然后是把眼睛放进去一台机器洗。不是啊，又是跟你很熟很的汉娜宝贝，对，汉娜宝贝，然后就可以洗眼睛了。因为我这几天嘛化妆什么的，那不就不能洗？什么意思？差不多洗完，然后
把它放回去吧。然后就这样子，安童洗眼液，我买小的 mini 的，这很好用。我看他有没有什么说不能用，他说一天至少3到6次，每次5 ml， 然后每次使用前将洗杯的杯缘与杯面用干净，要用水洗干净，然后压要压紧，然后头要往后，打开的时候眼睛要就是眼球要一直转，这样它才能洗，这样洗到眼部，就这样。那么多次嘛，大概一天3到6次啊，因为你出去什么的，你出去啊，然后都会很常脏东西跑进去。可是我大概一天只洗一次。乐敦，安童，安童，他就写安童，他没有写乐敦，日本字的，他说安童，可是戴隐形镜不能洗哦，你要拔掉隐形镜才可以洗。对，他就是可以冲洗导致眼部不适之脏污的。我不会长针眼，谢谢。我之前不会长啊，不知道什么，现在就一直长。如果不敢在水里打开眼睛的人，那就不能洗。对啊，真的，我一开始也是很不舒服，可是我洗完我就觉得我眼睛怎么亮了。而且我在演戏的时候几乎都会洗，因为它会让我更有精神，它也是一个提神。但是我的眼药水呢？我刚刚有滴眼药水吗？我在开始直播的时候有滴眼药水吗？你们有记得这件事吗？哭一下可能就感觉了干净，因为看到阿叔所以才长针眼，不是，绝对不是阿叔的关系。我不记得当时卡到想哭。主播早上好，杨哥，有看到有人不敢在水里展开眼，有吧？有些人就不敢了。谢谢你的翻白眼哦，一定是祖祖害的。等你播我会看，再跟你说有没有点眼药水的我。我不记得当时卡了啊，没关系，算了，那没关系。我顺便擦一下保养品，因为我刚刚没有擦保养品，我先护肤一下。这个很好用，雪花秀的。的那个什么保养品精华，它有生姜的味道，我找到了，但好像只有台湾有卖。真的吗？你们那边没有卖吗？安藤好像是台湾牌，那它什么写日本字？那是日本字吗？小林制啊，小林制药，然后日本字什么东西？它到底在写什么？它一下写小林制药，然后再写日本字。安童这一罐，有啊，有生姜味啊，很重的生姜味，这样才是皮肤好啊。有的时候我会用那个柠檬去敷脸，直接用柠檬。哎，我以后好像可以直接素颜，然后你们以后都会看到我完全很素颜的在直播，这样子。安插啦，什么安童，什么安插、啊？我想拔眉毛，你们想看我怎么拔眉毛吗？你看我一直长痘痘，这边一直长，长到不行呢、欸。拔次眉毛，习惯就好了哈。
抠个鼻孔。好，我把眉毛一下。哦，哦，哦，差点，夹掉。啊！一直乱叫，人家进来就只有听到林婷一直叫，一直叫。拔一波猪毛，等一下哈，我要找那个拔眉毛的。现在眉腿哦，眉腿最好是这，我走到了，我爸妈都走到了。哦，不能讲 ，OK， 对不起。我不知道嘛，下次知道了，谢谢家属。不是，是我最近啊，对比乐坛实习真的变粗了。什么粗？变粗？你说腿吗？哎呦，不要再说我变粗了。我现在开始要进食哦，跟你们讲，你们在说我的腿粗还是？我不要拔了，好痛。嗯，我要进食。你们都不认真，你们都一直骂我很胖。我要减肥，我立志要瘦到40公斤呢，我跟你们说，这都是你们逼我的。我现在开始要减肥，我不要吃了。不吃不吃。现在不吃不吃不吃，不要吃。你看柠檬说好哦，那我也可以减吗？不行，你太瘦了。因为我是看一个女生从头到脚，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变化。然后我卡到被踢出去，也没有到50好吗？还没到50这么夸张。我哪里瘦？上天瘦。40，我现在的目标是40，没有人能阻拦我。先自己先瘦下来再说吧，还说没有人阻拦。还没，还没，还没。上庭跟阿丽谁比较瘦？当然是上庭，当然是上庭吧。他的感觉很瘦。要我要减，我一直被这么胖。此时此刻，感觉阿丽差不多41.5就好。好，是1.5，好，四十一点五。我现在先把那些零食都给丢了。我想哭，我哪有好胖啊？怎么全部的人都说我
没我哭了吗？没说我怕，那怕谁欺负阿丽？你们欺负阿丽？你们呢？都是你们欺负我，因为你们一直说我很胖，哦，就是想哭哭。你们欺负我，还要再精进学习。原子猪，他们欺负我，他们说我很胖。嗯，那祖祖你先播吧。他们说我很胖，刚刚有人骂我说我是胖子，没有来看一下。祖祖帮我骂他们。哎，干嘛叫我宝贝滚蛋？是谁？大屁股！赶快去看祖祖啦！你们不要看我，我不想看。全部人，到时候我很胖。全部人，全部。他们说林婷丽很胖很胖很胖，说我腿很粗，陈家树说的，他说我的腿是很粗，可是我怕联播，我们会，我网络会很荡，我这边啊，我这边会很荡，因为我已经很荡了，好好好，屁，这是你说的，陈家树，你先的。其他人都很正常，就你，你先说的。开始在冤枉人嘞，奇怪。我不说了，我要唱歌，我不想跟你们聊天了。我要唱歌，我要唱歌，我要唱歌，我不想理你们了。不说了，不说了。演唱评分功能。线上阿力不胖，你把肉给我，我热热的。网络会 ，baby， 网络会断。宝贝，你我会不会回音？不会啊，不会哈。嗯，我好想好想你。宝贝，你看我的真眼好了。哎，你去把它戳破了。没有，是我有洗眼睛，然后还有顾它。我问你哦，你卸眼妆会用棉花棒，然后？哎，是晨晨给你的，你会那个怎么卸眼睛啊？我一个化妆棉、化妆水，哒哒哒哒哒哒哒，哈，啊，卸好了。真的假的？你是用什么的？你下次拍照给我看你用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用的有点。我是用 Maybelline 的。OK。哦，你好像说过哎。是大大的那个，对，没本的那个，对对对对对对啊，蓝蓝的那个，对啊，蓝蓝的、啊。宝贝啊，你有看到我发的那篇文吗？我正要看，我刚刚想说你在发什么，然后我就在直播说原子族标记我，然后什么东东。啊，你看去看，撞声之类的。大家好啊，哎，对不起，我太大声了。大家好啊，宝贝。
宝贝啊，说我，宝贝啊，你看你，我擦你的口红啊，真的好看耶，很配你的衣服的颜色。这是我的睡衣耶，这也是耶，我的睡衣。今天是一个睡衣直播，对，睡衣 party 开趴，谢谢。开趴，动词大词，咚咚词大词，咚咚词大词，大词咚词大词，咚咚咚咚咚咚哒，咚咚咚咚哒，好想你 ，me too。你知道我昨天晚上想你，超想传讯息给你的。你不要骗，那你怎么没有传给我？因为12点半了，我觉得你应该睡了。没有，我昨天，你看我昨天2点多才发信息。我没看到，因为我忘记发母亲节祝大家母亲节快乐的那个啊，我有看到那边限动，但我没有看到他是2点发的。对，他是2点发的，因为我忘记，因为我昨天晚上我去看，我不是跟你说我去看自己去看电影嘛，然后我就忘记。对啊，然后我就忘记了。我们有放闪吗，宝贝？有啊，刚刚我在直播的时候，因为很早就直播，他就说你跟祖祖可以不要一直放闪吗？他们就一直说我们没有放闪啊。想你，好想你。你很烦。然后还有人说，还有人说看到祖祖跟晨晨还有阿丽的互动，就真的感觉像我们像一家人这样。真的哈、哦。对，因为祖妈也很多人这样讲，我就觉得哎，我们有这么明显吗？然后就回想一下，好像真的，连我们跳舞跳那一段，就是那个什么那个的时候，你说那个噔噔噔那个吗？对，就是那个噔噔噔噔，然后我们不是一直看着你，然后我亲你亲我，然后就是这个噔噔噔噔啊啊，对，男人嘤嘤那段，对对对。我觉得超好笑的、欸。等一下，只是竹马有问我说为什么我是爸爸不是妈妈？因为你比较高大、啊，爸爸是高大。没有，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我说因为晨晨说教坏别人的那个都是爸爸，所以我是爸爸。怎么办？对啊，你也把我教坏了。才没有嘞。有。没有。我那样太差，我本来就是那样了。然后他你是被我打开开关？他们说祖祖在后台是不睡觉的吗？我说有，他昨天有睡。我还有拍照存证，这样真的假的？有啊，你就一直睡啊。我今天会发，等一下晚一点直播完再发，因为我是拍、欸、我有那个什么拍剧。可是我没有看到你脸，因为你都是这样黑黑的这样。拜拜，修哲。哦，对哈、哦，我都是直接睡昏的、欸、我。对啊，因为他很累。啊！我的哦，电风扇。小心，小心。Pretty down 吗？对啊 ，Pretty down。Pretty down 吗？嗯。现在这样呢？好多了，但是我怕会一直down。我可以霸占你到12点，再把你。我说我可以霸占你到12点，再把你还给布布们吗？可是我就播到12点了。那你再播多播10分钟。好，还给他们。好，好不好？好的。我太想你了，现在不能没有你。可是你这样会让我有一种，就是那个那叫什么来着？就是反差，因为你知道。你有看到我现在很素吗？然后你就这么浓烈？没有，我只有眼妆啊，我就口红啊，开玩笑，开玩笑啊，开玩笑，来滴一滴，因为我眼睛长针也不能画、啊，不可以哦，不行。那我要不要去把隐形眼镜拔掉？开玩笑了，你这样很美，你就是你要最美。那我一半。没关系，我开玩笑的，原子我看我真的开玩笑的。我把遮一半，我把遮住。我开玩笑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不要。
我说你不准、哦、你俩现在比啊，比看谁比较爱对方。我比较爱你吧。哦，我真的是我比较爱你。哦，那我要反戴我的帽子，而且我真的头发超乱的。谢谢林林戴帽子的真情告白。我昨天真的是，哎，我问你哦，你还有力气洗头吗？我有洗，我告诉哎，哦，但你昨天很啊，我是前天有洗。什么？你今天你昨天没洗？我跟你说你的刘海会不会太短？我吗？嗯。什么刘海太短？我又荡了刘海。我这边很正常哎、欸，我这边的你很正常。因为是不是上面有一个显示器，就是那个绿绿的那个，它会一直说什么、嗯、什么 KB 什么东东的那个，然后它是红红的。你现在多少？他刚刚会一直红红的，他会一直说没网路什么的。谢谢瑞，就是网路大大的小鸡蹦蹦。我再跟你讲一件事，他头很乱呢、欸。我在整理他，我这起来的时候是马上。你不可以这样抓抓痒啦，这样子没有形象。我在弄蓬，我在把它弄蓬。哦、oh.。我以为你在抓头，想说不要这样。我没有，你这样子的，你这样的一面只有我能看到。我没有抓头，我真的是。好，我等一下下播要去洗头，然后去，好，出去。抓头的没有，他一直连线中。真的、哦？那我关掉，然后。我可不可以再两分钟？拜托，我好想你哦。好，再两分钟，再两分钟。好，你看下面都一直说好卡，等下我被他们揍。哦，对不起嘛。没关系。对不起，布布们，借我占用一下阿里。宝莉，我很期待你发文哦。你不用期待什么，就可能就是没有偶包的，而且昨天没有偶包，是大家跟我说，是小布布们说，阿里你的坐姿也太好卖，我想说哪里有照片，然后结果在果果前面的限动出现，然后我说哎，其实还蛮美的。其实我觉得那个跟我帮你拍的照片蛮像的。对对对，就是有一点那个坐姿的部分。对，但是你要修一下照片。修一下照片。再发。哦，就是那个，懂。我的就不能发了，宝贝。你的什么？你帮我拍的照片。我退步了。我昨天一直被原子族骂说我的拍照技术很烂，我有点难过，但是我想说没关系，我已经很久没有帮他拍照了，没关系。阿丽帮我拍成阿嬷、欸、你那一套衣服本来就有一点要，不是我不没有，就是阿嬷，就是那件那个很漂亮，就是很不错这样，可是就是那个没不好拍，对，不好拍，那个取景很难，太乱了，太乱了。我只喜欢干干净净的。啊，好好好，明白，了解。对，不行，不可以阿嬷照，阿嬷照不可以。我没哪有，我昨天那套的阿嬷风。不是，是你那个像芋头，你知道，你整身是芋头。好了，你给他们看，你给他们用直播看大概五秒钟，你就要关掉。你说照片？我的照片。欸、你挑一张最难看的，那個、没关系，你挑一张最难看。生气的那个。生气，好生气。我给你们看，祖祖先给你们看，祖祖帮我拍的，我有 P 掉后面，因为我要给他们拍一张，就比较啊，不会这么性感的。好，这个很好看，看。哎、欸，它是太曝光，反正就大概是这样子，大概。我看到大概，又会不会太亮？
欸，你真的把它 P 的好干净哦，很强呢，那个特效。好，然后主厨，欸，真的超强的。等一下，好像阿嬷是好像，但是看不到脸呢，啊。你点一下，你点荧幕上我的脸，有吗？不行。我真的很丑哎，欸，宝贝啊！没事啦，就是这样子。我们人就是接受每一次别人帮你拍的照片。对，好，阿丽帮我拍的都最美。对，因为你脸就是美。对，好，对，没错，100分哎，欸，大家都说100分，我看到了什么？不可以放现实动态。等一下，你要叫我给他们看，他们家放了。但我真的不知道，原来我有些某些不是零死角，有些角度真的蛮丑。我也会有些，而且我很不喜欢我正面，所以我都喜欢拍我的侧脸。不会啊，你正面很，你的正面只要在我的镜头下，你永远都是最美的。好了，谢谢，再见。挂掉了，好了，57分了，我一直占用你的时间，我要关掉了，拜拜。很吵，他真的是可爱的宝贝，他是可爱的宝贝，宝贝宝贝宝贝，我回来了，我回到你们身边了。我想要听，我想要，我刚刚一直在找这首歌。就是那个天天，我想唱，因为我突然什么，你的 report 写好了 ，OK， 我等一下去看，我等一下去看陈恩的 report， 然后因为我还有十分，我是12:10几才要关，因为其实根本看不到主厨的，不是你要看脸，你不是看脸。天天不是来过吗？来到哪？啊，你说那个天天啊，就是那个天天，是不是有一个也叫天天？把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在马路上天天都在，而且我刚刚在原子组旁边，我好素哦，我太丑了，所以我刚刚有点对不起大家。好了，我以后会认真的打扮，然后再直播。真的，我下次一定会打扮。我今天是因为我想要舒服一点，好吗？可以吗？你们可以原谅我吗？不是穿搭很阿玛。不是，是他的衣服很难散，就是很难拍，就是我觉得那个他的衣服要在一个比较干净的白布拍会比较好看，因为他那个很花，他那件衣服很花，就是都是点点的。但是他帮我拍得很好看，对，原主厨真的很会拍照。舒服的角落。看着琴键飘进，都是原子竹带坏的。他没有带坏我啦，我跟他感情最好，在女团真的是我们两个是相依为命的。阿嬷时尚你不懂，我跟你说，我昨天带了一个蓝色的，我带了一个蓝紫包，然后那个是阿嬷包，可是我觉得很 fashion， 给你们看，等一下啊。都对你说，那么想天天的这个，你看，这个包包是我阿嬷给我的。然后，因为我不是我们表演嘛，我们都要带一些吃的什么的，然后就把一些零食放到这个篮子里面。然后我昨天背的包包是很淑女的，背在身上的包包是很淑女，可是我带着这个，然后就觉得很可爱。这个很可爱吧？这个包包。然后原子竹说很厉害，什么买菜？好啦，这是真的是出去买东西会带的。
可是我私下就这么土啊，我不喜欢私下 也要打扮，所以我其实那个时候带着包包我觉得很棒，这是很好看的包包，阿嬷的爱。日就很黑白，这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这个超 fresh。 对啊，是不是？我最近很喜欢收集这种包包，因为我觉得很有意义。阿丽带的东西都很好看，真的吗？我知道了，因为我不是每次公演嘛，礼拜六，几乎都是第一天是我们Sakura 的公演，然后第二天都是前作曲，然后想到因为前作曲就不用穿那种练习服，就是不用穿那种就是练习的衣服，就是不用穿跳舞的衣服。再讲什么一直讲重复，我的意思是说，反正我只要在第二天我就想要穿那个私服，因为你们有发现我的私服，我昨天的私服有特别打扮，而且我有戴耳环，只是我没有拍照，没有。对，你中午有事只能来报道，好的，没事，你是工作吗？工作加油，而且肯定很便宜。你说这种编织的包包吗？没有，这很贵，这手工的耶。不然你平常跑步的那件平口吗？啊，对对对，我昨天就穿那个平口的衣服，但是我还没有穿一个衬衫。我说阿丽带着的东西啊，带着的东西很便宜。阿妈手工做的感觉可以用很久，真的。我要的爱只在你身上存在。其实蛮喜欢昨天的穿搭，真的吗？你怎么知道？陈家书先写出来了，这个月超棒的。这个月是，哎，这个月是什么的？这个月的生写是什么？拜拜，钟颖，辛苦了。走在怡珍后面，好可爱啊！ Oh, 你知道吗？我前面是173公分的女生，然后后面是171公分的，然后我这个161的整个就变成一个凹洞，就是一个三，好凹。公布了吗？空姐，这一季是空姐，什么空姐？公布了吗？空姐，有哦，哎啊有哦，难怪刚刚我觉得 IG 有在动，就是有那个说 AKB48TP 啊，空姐。好漂亮啊！我怎么那么美？我是大图耶，好开心耶！我跟妮妮双零在上面。空姐是有那么一点胖。哎，她为什么那么暗？好像看不到。是空姐，这么快就是空姐了？那我要发文了。空姐服装，好看好看，姐姐帮我拍的好看。你要发业配吗？要啊，因为我有拍，这次有满意了吧？可能是短发吧。阿丽空姐超美，谢谢，这次很满意。我这次有拍，可是我觉得拍的不好看，就是我自己私下就是在摄影棚自己拍的，我觉得没有很好看。没有，妮妮很可爱，她那个是胶原蛋蛋，
蛋白，胶原蛋质，什么胶原蛋白，就是脸跟我一样黏嘟嘟。想得太快，我们的快。好了，我要念榜了。你们想听歌吗？你们不要听歌，我就今天就没有唱歌了。你们想听什么歌？我唱最后一首歌，然后我就要念榜，就要下播了，因为我要等我的洗衣机来，它等下就来了。想听什么歌？黑丝袜真的哦，对，那时候穿黑丝袜，妮妮穿空姐，好放犯规，为什么？小小年纪吗？是心真的黑，剧情不会更改，真的会来吗？来什么？阿丽没洗衣机，没有，我家洗衣机，我家洗衣机坏掉，被我用坏。唱一二三我爱你，一二三我爱你，爱情比你想象格伟大，爱情比你想，一二三我爱你什么歌？爱情比你想象我也没听过，我没听过这首歌，茄子蛋的。那我先看一二三我爱你是什么。洗衣机今天会来炸气？没有，这真的会来，因为我上次礼拜四的时候，是因为我。啊，许光汉好帅哦！好，我觉得刚刚那个什么，爱情比你想象那个我不会唱，我只会唱这个。撒浪嘿哟，多对你说，等下我要找歌词，听你的。我给你好的，数到三，永远爱你一个。四不会犯错，五不会啰嗦。你大口，他没有歌词哎，为什么？的耳朵，我爱你太多。谁在告白？完了，你们有多一个新的。新的小布布，他在说爱我。要记得，因为你有我。我在认真看这首歌的 MV， 我觉得那个女生好漂亮，好漂亮、哦、那个女生。守着，啦啦啦啦。那我觉得我要唱我的成名曲，成名曲，我的101首歌，这是我只要每次去参加什么。什么什么甄选，然后我就只会唱这首歌。他们就问我说：“你会唱歌吗？”然后我说：“我会唱歌。”然后就开始唱。想要唱一句给你，我好想好想你。哎，怎么没有？我好想好想你。我好想好想你。就是好想好想你，
就是好想好想你。你都不相信，有没有想你？这是我成名曲，我只要甄选唱这首歌，好像都会过。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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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想你。好啊，晚点榜了，然后我等一下要去吃早餐了，我肚子好饿，去吃早餐，去跑步，去顾狗狗，然后看电影，今天想看电影，有没有推荐吗？是没有上档的，是啊，不是已经下哎，那怎么念，我在讲什么，算了，我口齿有点不清楚，记得洗头，好的。昨天太晚回家了。好，从第一名开始。第一名是李宁生推谢谢，第二名是草莓酱，第三名是哎呦喂呀，第四名是金鱼座，第五名是超玉超，第六名是傅伟，第七名是鬼仔，第八名是中影，第九名是柠檬，第十名是呱呱，第十一名是超哥，第十二名是福福猫，第十三是立卡猫。第十四是逸晨，第十五是嘎逼，第十六是笑笑，第十七是朱里恩，第十八是包子，第十九是阿奎，二十是卡托猫，二一是北原神推，二二是彩虹花，谢谢你们。看电脑，对，看电脑。好想你，好想你。想你，我最近在看那个《火神的眼泪》，不知道看什么，就看你最爱的易烊千玺啊！对对对，对易烊千玺，不知道他，可是我不喜欢看他的那个偶像剧，就我不会看偶像剧，我就只有看电影。我是一朵小红花，还有什么？上演的你有看吗？他还有什么？没啦，他电影很少。Everyone， 拜拜，我要关播了。帮你画一朵小红花。你没有看过那部片吗？好好跟大家说拜拜吧，拜拜。拜拜，我真的要再见了。拜拜，安安，拜拜，蓝神推，拜拜。看两个光头在谈恋爱，一不小心就会出戏，什么东西？我昨天才翻看《职业特工队伍》，不一样的意思了。啊，你是说？一朵小红花，他们就是癌症啊，不要这样子。拜拜家属，拜拜，赶快去找祖祖玩。我说你们，拜拜立刻，拜拜好好，拜拜。先睡觉，不长身体，拜拜，雨人，拜拜，乖喽。